着，我伫进行人生有够平安，亲像咱建筑安装的像树林，枝叶，咱的管理委员会，咱的副总书记，伊个本地大学教授先生，先生生的合同今年才来当实施，然后咱下晡下晡就是大年，做个大团团圆圆，祝福大家大赚钱，嘿啊，咱七点七点准时开业，祝恁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感谢您。